须连都有个什么？戈。戈，戈就是兵器。那上面天呢，是只有一个能量，这个能量呢，到了人呢，变成了是一个。到地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能量，也就是说，在戊戌年的时候，天地之间呢，它是不和谐的。不和谐的时候，人容易冲动。周末晚间8:55，等你上线。